明朝万历皇帝朱棣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了皇位，成了大明的第三位皇帝。尽管朱棣谋权篡位有万般的理由，但是他依然成了乱臣贼子的典型。而且他这个人杀人连眼睛都不眨，世人都说朱元璋冷血无情，他这个儿子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。朱元璋诛杀功臣，好歹还有个正经理由，而朱棣攻入建文帝的皇宫后，将后宫女眷全部杀死。 无一幸免，朱棣能给出什么正义的理由呢？当时朱棣攻入南京后，都来不及宣布称帝，他为何要这样做？三十年安定，四年干戈，朱元璋赶走鞑靼，开创了大明朝。他在位三十年，保了天下三十年的太平。但是朱元璋一死，他的儿子们可就坐不住了。由于大哥朱标死的早，朱元璋的儿子们对于皇位是垂涎已久，都想当大明朝的皇上。 但是朱元璋却偏偏看不上自己这群儿子，执意将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。朱元璋的儿子们忌惮父亲的威严，不敢公开对此事表示反对，但是他们心里没一个服气的。朱允文也挺难的，当了皇上之后，还要每天担心这些叔叔。在朱元璋的这些儿子中，就属老四最有反心。之前朱元璋还在世的时候，朱棣便已经有了造反之心，朱元璋当即便要杀了他。 幸好马皇后拦住了朱元璋，朱棣这才保住了一条命。朱元璋也知道自己这个四儿子有能耐，所以对他格外重视，不仅为朱棣选了徐达的女儿做妻子，还让他去镇守了最重要的顺天府。朱棣处处都在学习朱元璋，但是朱元璋却不希望他这么做，因此朱元璋故意针对朱棣，无论朱棣做了什么，朱元璋都不满意，就是为了让朱棣多动动脑子。但是很明显。 朱棣没明白父亲的苦心。朱标还在的时候，兄弟们还算是和睦，毕竟有朱标在，没人能夺走这位嫡长子的皇位。而且朱标对这些弟弟们很好，弟弟也都服气。但是朱标一死，打乱了朱元璋的所有计划。最后朱元璋只能靠朱允文继承皇位。尽管朱允文还不够成熟，但是朱元璋也只能如此了。朱元璋不想让天下再发生战争。 因此，他不能选择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。在嫡长子朱标死后，朱元璋选择任何一个儿子，都会引起其他儿子的不满，从而产生动乱。于是，朱元璋剑走偏锋，直接让自己的孙子当了皇帝。只要朱允文这个皇帝认真一些，这些叔叔们就会互相牵制，导致谁也不能出兵，就能免去这场灾难。朱元璋这个算盘打得挺好，但是很可惜，朱允文当了皇帝之后。 并没有让叔叔们满意，或者说，是他又推了叔叔们一把。朱元璋在去世之前，曾经告诫过朱允文，对待叔叔们小心一些，在对他们出手之前，一定要慎重考虑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而且朱元璋还留下了遗诏，他去世之后，不允许各地藩王进京来祭奠。他就是担心有人会借着这个机会对朱允文不利，所以才不允许儿子们来见自己最后一面。 朱元璋为了大明王朝的稳定，也是付出了很多。尽管朱元璋给自己的好皇孙铺好了路，但是朱允文还没学会走，他就要开始飞了。就算再好的路，朱允文也得摔跤。朱允文也知道自己当了皇帝之后，最大的威胁便是自己的叔叔们。但是他对待叔叔们的方式，并没有按照朱元璋的要求来。原本朱元璋是要让朱允文先安抚，安抚不成就警告，警告不成再动手。 但是在齐泰和黄子成的建议下，朱允文第一步就选择了动手。在朱元璋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朱允文已经废掉了好几位叔叔的爵位，并且还对他们动了大刑。朱允文的行为让这些藩王们胆战心惊，生怕哪天就轮到自己了。而此时，早就有谋反之心的朱棣反而缩了起来，装作生病，不见任何人。但是朱棣可并不是真的病了，他一直在暗中安排谋反的事。 一边抓紧练兵，一边寻找帮手，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。朱棣做的这些事情，终究还是被朱允文发现了。朱允文已经掌握了朱棣密谋造反的罪证，于是派人前来暗杀朱棣。到了这个份上，朱棣也不装了，直接就打出了靖南的牌子，以清军策为幌子，走上了自己的造反之路，杀进宫中女，使得安心。靖南之役历经四年，朱棣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 尽管朱棣的皇位来的十分不光彩，但是他最终还是坐上了皇位。朱允文在皇宫内放了一把大火，随后便消失不见了。朱棣将南京城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失踪的建文帝，这令朱棣十分紧张。从古至今，每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都要抓住敌方的皇帝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但是朱允文却直接消失不见。 这令朱棣的心里十分慌乱，他甚至来不及坐上龙椅，便下令将后宫之内的所有女子全部杀掉，一个也不留。从朱棣的行为便能看出他此时有多么慌张。朱棣到底为什么要杀掉宫中的女子？其原因有四条：首先，朱棣担心建文帝还在宫中，根本没有逃出去，只不过他伪装成了宫里的女子，骗过了人们的眼睛。这件事其实也不难办。 宫里那么多女子，朱棣也不可能一个个去查，而其他人又没有见过建文帝。要是建文帝把胡子一刮，再化个妆，穿上女装，很有可能蒙混过关。朱棣抱着宁可错杀一千，不能放过一个的心态，将所有人都给杀了。二是担心宫中女子有朱允文的眼线，朱允文在皇宫里这么多年，还能没有几个信任的宫女？ 打出生就生活在皇宫里的朱允文肯定有属于自己的追随者，而他们必然会对皇宫里的朱棣心怀恨意。如果继续让他们生活在皇宫里，指不定什么时候给朱棣捅刀子。如果朱允文没有死，而且对朱棣心怀恨意，那么皇宫里的这些宫女就是朱允文最好的帮手。朱棣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下人的眼里，朱允文可以通过他们掌握朱棣的情报，因此。 朱允文的生死存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数，也不能怪朱棣对朱允文太过于执着，以至于后来郑和下西洋首要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。朱允文的生死对于朱棣来说一直是一块心病，而杀掉皇宫里的这些宫女，也只是朱棣缓解自己疑心病症状的一种方式而已，虽然代价可能是几千条人命。三是担心宫中的妃子怀了朱允文的孩子。 朱元璋去世的那一年，朱允文已经二十岁了。按照古人的习俗，朱允文十六岁就该成亲了。而朱棣攻入南京的这一年，已经二十四岁的朱允文可能有了属于他的孩子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宫女们给朱允文留下后人的概率也很大。而且朱允文不是朱棣，他平日里身边这么多妃子，不可能像朱棣一样只认徐妙云一人。但是朱棣又不可能明着寻找朱允文的后人。 本来他这个皇位来路就不正，而且朱棣的口号也只是清君侧。他本来的计划应该是杀掉朱允文的亲信大臣，然后逼着朱允文禅让，然后合法的得到皇位。但是没想到朱允文是个硬汉，宁愿把皇宫烧了，自己逃走，也不愿向自己四处投降。而如今朱棣要是还追查朱允文的后人，这不就摆明了要让朱标一脉断子绝孙吗？ 这个罪名可能比他的清君侧行为更让人厌恶，而且这种行为也很容易落下把柄。如今朱棣刚刚进城，根基不稳，没准哪个兄弟就以此为理由打上门来了。而且这个理由比朱棣的清君侧好多了。因此，朱棣如果不想要被人落下口实，那必然要除掉将来的威胁，将所有可能与朱允文有关的宫女全部杀掉，以绝后患。行为有点残忍。 但是对经历过战场的朱家人来说，也能接受。四是担心这些宫女到处乱说，如果朱棣不杀了他们，这些宫女会怎样呢？朱棣暂时不可能留在南京皇宫里住宿，他怕半夜里看见爹娘，而且南京皇宫还被烧坏了很多。为了这些宫女的安放，再把皇宫修好也有点不值，因此对这些宫女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遣散。那有人说了。 就不能把这些宫女带回自己家里吗？之前干这种事的皇帝也不少啊，但是老朱家的人主打一个专情。朱元璋这辈子就喜欢马皇后，虽然后边又娶了几个，但也是为了传宗接代，没有什么感情。朱棣也是如此，这辈子就要徐妙云，眼里根本没别人。因此，对待这些宫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遣散回家。但是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：这些宫女回家之后。 难免不会对朱棣有抱怨，难免不会添油加醋传一些谣言。这种事往轻了说叫传闲话，往重了说叫动摇国本。朱棣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综上所述，朱棣得国不正，不仅朱允文没找到，还成了众矢之的。他心里十分紧张与焦躁，为了杜绝一切失败的可能，这些与朱允文有关系或者可能有关系的人都得没。